继关怀渐冻人破冰桶之后，其实台湾还有很多的社会议题需要大家关心。卫福部特地邀请到歌手阿令、彭佳慧、秀琴以及黄韵玲联合发表公益歌曲，呼吁大家一起来正视失智症的问题。你遗忘的一切，我填满那空缺。动人心弦的歌声呼吁大家正视失智症的议题，包括台湾歌坛唱将阿令和彭佳慧都来共襄盛举。歌词传达，虽然失智症患者的记忆有时会遗失，但却能够用回忆和爱唤起和家人相聚的美好时刻。而彭佳慧也特别提醒，失智症并不是只会发生在老人身上，平时就要做好预防。生了小孩以后记忆力会更差，那因为我就家总起来有三个，所以我就觉得出门的时候就贴一二三，就是你钱包带了没，你钥匙带了没。我没有那么严重。提醒大家，一旦身边亲人的表达能力出现障碍，不断重复相同的问题，或者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，这都是失智的警讯。而从日常生活中养成思考和运动的习惯，也能够有效预防失智。记者王志文、周庭宇台北采访报道。